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 Dan. 在昨天播放的人民民众，杨森千与陈淑敏玩唐嫣娜姐游戏的片段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内容，提到前男友的职业，你知道他有在跟我联络吧？哦，哥，他要哭了，因为提到前男友，急速动摇的平常心。你在女王之家拍吻戏的时候，拍吻戏的时候，有在想叮叮叮吧，无法恢复，因为在游戏中，杨森千提到了前男友以及吻戏加上前男友，所以韩国网友们的反应非常不好。每一次只会让人感到不愉快，又不是他们私底下在玩，在摄影机前面不会分辨该说不该说的话吗？真的太无力了，确实是很失礼，不单单是前男友，还在那里提到吻戏，到底是把演员这个职业想成什么了呢？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以有看人里面所有记得观众来说一句的话，朴敏有时候也会自己提到前男友，成员们之间也会互相用前任来开玩笑，所以希望这集也能以综艺来看
榜三十位 2AM。二十九位 Golden Child。二十八位希诺。二十七位 Pentagon。二十六位 Treasure。二十五位同邦星移。二十四位 Big Bang。二十三位 Vino。二十二位 Pix。二十一位 Highlight。二十位 Infinite。十九位 Newest。十八位 FT Island。十七位 ATG。十六位 B2B。十五位 SF9。十四位 Tomorrow by Together。十三位 Super Junior。 十二位 Shiny。 十一位 NIP。 十位 Stray Kids。九位 Moonstax。 八位 Astro。 七位 The Void。 六位 2PM。五位 EXO。 四位 101。 三位 NCT。 二位 SEVENTY。 音乐男团一位是彭坦松年代，最多相关关键词是获奖捐款痊愈 Billboard Oricon Corona。 正负评分析结果，正面评价占 69.29%。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女团排行。三十位 Alice。 二十九位 YesID。 二
28位 위키미키. 27位 시그니처. 26位 FX. 25位 드림캐쳐. 24位 우주소녀. 23位 여자아이들. 22位 하이슈. 21位 다이아. 20位 있지. 19位 프로미스 나잇. 18位 라붐. 17位 모모랜드. 16位 걸스데이. 15位 이달의 소녀. 14位 에이프릴. 13位 브레이브걸스. 12位 스테이시. 11位 위클리. 10위 케플러. 9위 마마무. 8위 에이핑크. 7위 소녀시대. 6위 오마이걸. 5위 레드벨벳. 4위 트와이스. 3위 에스파. 2위 아이브. 1위 女团 排行 1위 是 BLACKPINK. 最多相关关键词是 公开突破争议 BLACKPINK 的 MOVIE BLINK 설강网 正负评分析结果 正面评价占 63.78%.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